小桥流水，船到人家。正当你以为你眼前睇紧嘅系江南嘅美景，其实佢系位于中国内蒙古包头市嘅北方兵器城。喺兵器城内，你会见到各式各样中国最引以为傲嘅武器，例如系坦克、战斗机、加农炮等，令你犹如置身喺一场城市内嘅阅兵。睇到琳琅满目嘅先进武器，范长江行动嘅传媒学子都忍唔住爬上充满气势嘅坦克上面，一睹佢嘅风采。而传媒学子亦都细心聆听导赏员嘅讲解，了解中国点样一步步迈向军事大国。除了导赏员的详尽讲解，北纵集团服务保障事业部服务中心党支部吕正书记亦都分享他作为退役军人的感受。在吕正书记的分享下，大家都对兵器城更加着迷，亦都对中国的军事发展充满期待。